握握手，真贵，真贵，真贵。那个，平常我们小的时候，刚生出来是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看这一模糊的影儿。这是我看着书上这么说的哈。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儿子是剖腹生出来的，我儿子剖腹的时候我就在边上。那说你能边上胡说八道？不是，我儿子是在北大妇儿医院剖出来的。妇儿医院给我儿子做手术的这个大夫叫董月，董月已经退休了，是我粉丝。那时候我在世界博览写连载，他已经退休了，他亲自动手术把我儿子给剖出来的。因为我前妻呢，有病，血液病，然后呢是高龄出产，那会儿36岁女孩，34岁，我也不知道30几岁，就算高龄出产，然后她就生第一个孩子，剖出来的，一剖出来，我那儿子那脸是歪的，就这么歪的，为什么呢？他个儿大，我是8斤8，我儿子是8斤6两，生出来的时候个儿大。所以在他妈肚子里边就一直这么一就在羊水里边，在剖衣里边就这么举着，所以那脸是歪的，一脸的胎油，什么胎油？你看过那大油啊，猪油，一脸上那眼睛，一只眼睛斜睨着我，斜睨就这么着斜看着我，就跟我这狗似的，是吧？给给看爹一下，对对，真乖，握握手，真乖，就跟我这会儿斜睨了我一眼，我当时机灵一下子，我觉得他能看见我的前生，他能看见我看不见的东西，吓死我了，真是吓死我了，啊！以后呢，那时候我年轻啊，年轻火力壮，没事老想跟我老婆亲热啊，就是现在要说，现在就是说是就是说真话就是耍流氓呗啊，就老想耍流氓，啊。然后每次要耍流氓的时候，一把把我前妻，那会儿不是我前妻，合法妻子，一把薅过来，然后这时候我儿子就斜睨我一眼，哦呦嘿，然后呢，我立刻一下，我就不像刚才那么勇往直前了，立即英雄去短，啊，是就懵一下傻半天，然后我一看我前妻面带羞难之色。啊，就是都能感觉到吃屎的孩子能看见别的东西，来来来，是吧？现在呢他又安静了，刚才我要家暴的时候啊，没事吧？啊，平常我们人呢都是活在三维世界里边，老有人就跟我说唐老师，那个那个什么，你平常用什么拍摄？用手机拍？我不愿意用手机拍摄，为什么呢？手机拍摄是一个面儿，因为它这么一平板啊，完了还有人喜欢。我看那谁，蒋延勇，就是那个301医院，蒋延勇他老孩子，他拿 iPad， 我这老 iPad 了啊，老 iPad。原来陈彤当新浪总编的时候，一年就给我一 iPad。现在自从陈彤跑到小米当老总去了。他妈有好几年没人给我换 iPad 了，啊，那谁蒋云勇就拿个 iPad 拍 ，iPad 老人拍很好，但这更是一个平面了。你到哪儿去采访的时候，你举着一个平面，平面，一个平面，平面运动起来很困难，是吧？平面，然后呢，我用的是我的这小摄像机，小摄像机呢是一个点。你要运动一个点就很容易，我们平常活在世界里一个点啊，无数个点，实际上我们要三维世界里边一个点，如果这个点从一个地方持续的直的移，这是一条线，这条线两条线交叉起来确定一个平面才是一个平面。你想你要运动一个点是轻松自如的，反之你要运动一平面，举着一平面到处走啊，到处拍那就复杂多了，所以我不大用啊，不是说不大用，除非没得可用了，我不会用 pad 这类东西去拍，个儿太大。我有一个朋友叫康疯子，
康疯子呢，那时候他是仁义的舞美，舞美他就觉得他牛逼哄哄，而且他是仁义里边岁数比较大的，也快退休了，嗯，他是舞美，舞台上瞎走，举着这么一个。何冰，我忘了是什么戏了。何冰就说：“你这玩意儿，啊，你看人唐老师那东西那么小，是吧？也不占地儿，然后一看人来了就躲开了。你在舞台上嘴着这么一大东西来回他妈的晃来晃去，影响演员的情绪。甭说演员了，我这叨逼叨叨逼叨啊！你看我闺女安静的就听着我叨逼叨，是吧？但是如果这时候我妈一说吃饭，把我思路全打断了。”演员全身心的在舞台上表演，你举着一 iPad， 你举着一大平面啊，在上边动来动去，何冰就急了，说你丫再这么我抽你丫的。然后那个康疯子也说我抽你丫的。俩男的天雷勾动地火，俩人打起来了挺长时间。何冰说就是何冰还没完呢，说你丫在这儿我不演了。是人家舞台演，你是舞美，你打舞台的，你上台你他妈想演戏还是怎么着，你举着这么一大平面晃来晃去的啊。但康疯子是舞美，他举着一个 iPad 无可厚非。蒋延勇是301外科主任，举着这么一个也无可厚非。如果一个职业记者是吧，你在足球场上举着这么一个拍摄啊，你到舞台上举着这么一个拍摄，领导人和那个握手坐沙发，你举着这么一个拍摄，人就烦你，那警卫一脚就得把你踹跑了。那你说你用没用过这拍摄？当然用这拍摄过。有一天就是仁义，我忘了是什么新闻发布会，我去了，我背着我那 EOS ED 叉啊，到那儿发现前一天晚上我没充好电，里边电全跑没了。全跑没了之后怎么办呢？我什么也没有啊！我一看手机里还有点电，我就继续装模作样，继续跟那天那是大导林兆华，继续跟林兆华扯淡啊，引诱林兆华又对着我做了几个怪样。我这么活一新华社发的稿，那天坐在我边上的是那谁，那人叫什么来着，就总政话剧团团长，写那个是个编剧，总政话剧团长是那个是玩主啊，还是窝头会馆还是什么的，我忘了。他是那个的编剧，他小媳妇儿在边上呢，他小媳妇儿特漂亮，啊，比他大概小30岁以上，我看那样亭亭玉立的。他小媳妇儿拿着他小媳妇儿的苹果手机拍了几张我那天的尴尬状态，所以我有几张跟林兆华大导林兆华咬耳朵的都是那个女孩拍的。那天就是我极尴尬状态，我的机器没电了，没电没办法，我才用这玩意儿拍的。说到这儿呢，就是说我们人类平常最能把控的就是一个点，其次呢是一条线，弄到头一个平面。平面再弄起了一个立体，那就是三维了，就长宽高了。长宽高是什么呢？你看，比如我这个哈，我这烤箱就是一长宽高，啊，这是一条线，这是一条线，几条线长宽高，啊，我要吃东西，我就搁这里边烤烤，啊，哎呦，这你看我这，平常要用内烤啊，还得发特殊的电，我就把我这个。我这受潮了的这巴丹杏啊，我又管它叫扁杏，加利福尼亚杏，我就搁这暖气上烤。我呢脚老爱出汗，这是我姐给我买的拖鞋，你看我这臭鞋跟我这巴丹杏一起，你看这还是回力呢，回力还是名牌呢，你看看脚后跟都出来了，脚后跟都出来了，这脚跟出来是一个平面，它怎么从里边出来的裂了，它是个平面啊，我这烤箱呢就是一个三维的，就是一个立体的物体了，这啊，我这笔记本电脑，我们这个我喝水这杯子是吧，这些东西平常我们看的物体在我们这儿都会变成一个巨型的平面，这个巨型的平面就像一张照片似的啊！我现在我再摆活摆活啊，比如我的手，
就是一张照片，就是一个远处的三维的物体进入我们眼睛的时候表现都是一个平面了。你要想把一个平面表现出来很困难，除非有很好的记忆。你看我这张画，人家画的我，所以这地儿有阴影，阴影，阴影，阴影其实不是物质，阴影是什么呢？阴影就是这个光照到这儿，这叫我们管这叫照度。如果你用那个美能达测光，你会发现太阳光照到我们脸上的照度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脸、胡子啊、帽子、衬衣，它们反光是不一样的。平常我们照相机所能看到的是反射光，反射光又叫亮度，比如我脸啊，光太阳光照到我脸上的、我衣服的、我帽子上都是同样的，但是由于帽子的质地、衬衣的质地、脸的质地、帽子的颜色、脸的颜色、衬衣的颜色，它们会反射不同的光，照相机所记录的是不同的反射光，所以我们把照到脸上的这个东西叫照度，反射的叫亮度，人眼睛的看的是亮度，而影子是亮度，它亮度到极暗，极暗就是黑了，所以黑白摄影的时候叫十八级灰。我这人呢，照的像呢，别的不会，一说就说到摄影上去了。你看我这桌子上这苹果，这苹果一个是斗南，一个是富士，我的那个王林都吃完了。我一说苹果，他们都爱买王林苹果。王林苹果第一贵，好吃，无疑好吃，但不好贮藏，不好贮藏。你看我没有大冰箱，我这斗南都开始烂了，但是虽然烂了，我这斗南，刚才我吃这斗南，我把烂的给挖了，挖了之后呢，我把苹果核给扔了啊。我吃的时候，我跟我女儿，我一口，她一口。后来我发现我女儿把我苹果葫芦捡回来了，为什么呢？她就觉得这个苹果不仅甜，而且是安全的。为什么安全的呢？狗有超过我们不同的感知，比如你像我，我的感知呢，怎么说呢？就是，我是职业摄影的，我能看到比别人看到，更多的东西。这种东西呢，别人也看到，但是别人没有我的。没有我的这个职业的训练，我刚才我就讲了，任何一个物体，即使有长宽高，进入我照相机的画面，它最后，比如进入我的 iPad， 啊，进入我 iPad， 进入我的手机，它都会变成一个平面，就变成一个矩形，不管是24×36还是16:9，啊，如果再远，在我这儿就变成一个点了。也就是说远处一个人是吧，那人有长有宽有高，但是就表现成一个小黑点。但是作为狗猫和其他生物，它能感知比我们更多的东西。刚才那个我哥们儿老邓就说，四维人类就无法感知，现在科学，刚才我看一视频，已经发展到11维了，就11个维度啊，点长宽高是3维，现在机器人已经能11维度了，世界大战军事打击是11个维度了啊，长宽高加上时间啊，就是相对论，艾森豪威尔犹太被驱逐的那个发明相对论的 E 等于什么2C 平方，那个爱因斯坦，我怎么把爱因斯坦当成艾森豪威尔去了？一说打仗，四维空间人就感知不到了。有好多老邓刚跟我说，有好多新闻报道说，人脑袋畸变，做完某些手术或者被汽车撞了、被驴踢了、被电梯夹了头了，这一刹那他就能感觉到平常正常人感觉不到的感知。比如疯子啊，范进中了举了大疯子了，这些只能神学解释。所以像牛顿呢、爱因斯坦都信神，艾森豪尔，爱因斯坦又把艾森豪尔诺曼底登陆300万大军打时候还不打呢，他把爱因斯坦豪尔自己那颗滴溜溜转的圆头放在他的女司机的那两个圆球上边考虑，决定不了。
最后拿一块银币，也不是银币，一美元，往天上一抛 ，to be or not to be， 啊，问上帝打还是不打？现在，同维度，老邓跟我说可以智力拼搏，降维打击，但是没法阻挡，比如人跟外星人就不在一个维度上。我这么傻逼，维度又低，只敢用点去拍摄啊，不敢我说的像康疯子啊，举着一 iPad 上仁义的舞台，更不敢像301的蒋延勇举着这么一个上手术台，所以我平常经常感知不到我无法感知的危险，我就演了一狗，来来来，握握爹手，握握爹手，握握爹手。好多事儿，我看了这么多书，又藏了这么多书啊，但是书都没办法告诉我，然后我的人生经验也没办法告诉我，更多的事儿得依赖其他生物，人以赖外的生物，比如我的二哈，至于外星生物，我看那些美帝还有什么都有嫦娥奔月的，啊，有火星怎么着的啊，都不知道。在外星人面前都是个屁，都是个屁。